大家好，欢迎大家点击这个影片跟我一起来玩萨达无双灾厄启示录。我是魏维，之前我们开了两次直播，解了超多超多的小任务。今天我们继续推主剧情，主剧情现在来到第六章。海拉鲁王国在灾难加隆复活以后，大家就撤退到阿卡莱堡垒这边，所以今天的作战是阿卡莱堡垒战。这个战役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米法公主跟西多王子会驾驶着瓦路塔来帮助阿卡莱堡垒上面的这些士兵，这边有很多很多守护者。清掉之后，林克就开始作战了。那我们现在让米法上场。萨尔达无双，灾厄启示录。絶望的な兵力差ですね。加えて救援も見込めないか。メイ、どこも同じ状況だろうな。まあ、しかし可能性があるのなら諦めないのが研究者だ。それに救援の可能性、ミーは高いと思っているよ。え？デンレー、西の水場から神獣が。ミーの言った通りだろ。英傑たちは未来から来たという助っ人と力を合わせ、ガーディアンや魔物の群れを打ち払うべく奮闘するが、ハイラルは未だ苦しい戦いのただ中にあった。厄災復活の際にハイラル城を落ち延びた兵士たちはハイラル東部へと退避。堅牢と名高いアッカレ砦にこもり、砦を囲むガーディアンたちを相手に必死の抵抗を続けていた。彼らを救援するためアッカレ砦へと急ぐリンクたち。神獣バールッタを奪還したミファーはシロと共に先行し、砦への道を切り開くべく敵の包囲網に挑むのだった。行くぞ。那一开始我们就驾驶瓦路塔去援救阿卡莱堡垒，如果那边有守护者的话，就把守护者破坏掉。一开始会说有两条路，西边的路很险峻，但是离堡垒比较近，那东边的话要走一小段路，但是都是水域，战斗比较有利。我选的话我就选东边。然后瓦路塔的子弹是无限量的，就是一直按着 R 就可以了。这些啊，快到什么守护者就把它打爆，没有问题。哦，下面超多守护者的，清一下，还有旁边。就这样，这样我们就抵达了城堡。砦の周りは任せろ。私たちもすぐに向かうから。姉さん、俺たちも行こう。ええ、それにしても
こんなに立派になったシノと一緒に戦えるなんてね。俺も。さあ、今は戦いに集中しないと。準備できてるよね。もちろんだぞ。那个这个任务就派出我最强阵容，我派出林克跟导师还有英帕，一路杀进城堡。这边是要杀进城堡，要援救洛贝利啊。外面可能有些守护者，不过守护者西多都会帮我们解决。那如果西多没有打掉了守护者的话，林克就马上把他杀了。OK 的，前面有个守护者，这边给他一个大招，然后把他固定起来，破防他，超简单就把守护者解决了。接下来这边吗？固定他，小心一点，突击他。第二个守护者。哇，这边的波克布林变白色的，应该比较厉害一点。那这个任务就是地图蛮大的，有时候要换不同的人打就对了。给我存好一下大招。好，大招存好了，我来换我的导师来打。我导师在哪边？在这边。哦，现在要占领据点啊！知道了，我就来占领这个据点。这边小心一点，这怪要干嘛？为什么不打我？不要打我，他就要死了。好，我占领好了一个据点，接下来换鹰帕。换鹰帕来打另外一个据点。顺便存一下大招。超强的，好像忍者一样。炸弹吗？好的。一下就把怪解决了，有没有占领第二个据点？那接下来换林克，林克这边也很多怪。
先把这个营地占领一下。哦，超多超多怪的。接下来这个大哥给他一个大招，结束了结束了。这个后面这个任务啊，就是打了三个据点之后，就要掩护米法接近海利亚队长，米法在帮海利亚队长疗伤。所以我就来派出我的一个成员来掩护米法，那接下来就还是我的林克去营救米法。他说救援阿卡莱城堡的我方没有问题，而且我看到米法在前面，我去光点这个地方。我前面有个守护者啊，有个火的守护者。我固定了，猛击他。中喽！小心点！把它露出弱点，把它固定起来就对了。破防了。火焰法师就被我解决了，这个大招就解决他。那这边怪我杀一下，让他们来帮我存大招。这边应该还有其他的怪，不知道是什么。希诺克斯啊，给他一个大招。固定他，这样就破防了。小心一点。中了，锁起来。我不是有打到眼睛吗？轰他 ！OK 了，回家吧。这样打完希诺克斯以后，说大量的怪出现在练兵场，我们来换一个人来打，换导师。哦，这边有白银茉莉布林，小心点。又来吗？
快死了，打爆他。我这广场这边把怪杀一下，所以现在广场这边是 OK 的，我再把角色换成林克。好的，他们就到下个房间。这个房间里面有茉莉布林，可以了，破防他了。OK， 接下来看导师那边还要不要打哦。导师那边有守护者，小心点。突然来一个守护者，吓我一跳。也许导师可以动用他的大招一下。可以了，破防了，破防了。所以随时更换不同的角色，要打比较快。那我再把角色换回林克。我这边有冰的茉莉布林，固定他。没破防啊，没关系，我丢个炸弹，可以了。好的，问题解决了吗？接下来任务是要找洛贝利先生，在哪？设定新目标，跟着米法去救诺贝利。没错，来救你了，快开门。哦，来到这个地方哦，你会看到一个，应该是一个守护者。在这个游戏里面有各种守护者，有火的守护者，然后有冰的守护者，有雷的守护者。现在这个叫做怨念守护者。看起来就很强的感觉。不过我有大招。来了，大招来了，固定他。OK 的，怨念守护者，再见喽。爆了！那我再看一下导师那边的情况。哦，两个茉莉布林，没关系，我有大招。居然一次就可以破防，哇，两个一起杀掉，太帅了，导师。接下来鹰塔这边呢，
没事吗？没事，那我就来换导师。哦，导师跟林克在一起，还是这边需要萨达还是林克？我把角色再换成林克。林克应该是要去光点这个地方，打倒群聚而来的敌方，救出洛贝利。好，我来了。可以用达尔克了吗？来个火杖。太晚固定了。可以了，破防了。把后面的怪杀一下，啊，被电到，我给他一个炸弹，清一下，或者是发射一些箭。守护者又来了，你靠盾反吗？帅。可以的，我这边太多怪在发雷电了，马上来个炸弹，不行，超多超多的，这个地方来一个炸弹，这边有达尔克就好了，啊，有达尔克出现了，我来换达尔克。我直接吐电的都没关系哦，就直接移向敌人这里。破防了，破防了，没有问题，达尔克出现了。破防吧！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后面一个是什么？雷的希诺克斯吗？我这个时候，我决定来一个上。好险有达尔克，一个解决掉了。第二个希诺克斯，我来喽。来个冰杖。爆了，爆了。然后又固定他吗？哦，这不能固定，没关系，来个大招。哦，达尔克尔超有用的。继续破防。被压到。来吧，让我破防一下。还没死吗？
克就这一招。炸弹，送他回家。雷的希洛克是蛮强的欸，最后一集了。还没死，还没死，我终于死了，太难了。那接下来我来把角色换成英帕，我中间好多好多光点。这边呢，守护者哎。我飞行型的守护者，好久还有个大招，爆了爆了爆了！接下来这些小怪的话，我来扫荡一下。这样会不会快一点？还有他们，雷电法师大招，结束了。接下来是怎么把城墙破坏掉了吗？我说要打练兵场下面的怪，我出现很多光点，我先让英卡打完这边的怪再说。其实我觉得鹰牌一直按 Y 就可以了，一直按 Y 就很强了。换我，他被破防了。有很多光点，我看一下，这些光点在哪边？要派谁去比较适合？这光点在这个地方，我来派出导师，刚好。哎，这边有克洛格果实哎，那继续去解其他的怪，来喽！这边有好多好多守护者啊，三台守护者，等我一下。来不及了，发个大招！三台守护者啊，一人一个大招。哦，第二个守护者已经爆了吗？第三个守护者是你的镭射怪还是我的镭射怪？
好险有导师。是的。哦，最后是打三个守护者，三个守护者打爆以后就结束了吗？那就是这一集的萨达无双灾厄启示录，感谢大家收看这一集啊，我们守住了阿卡莱堡垒。那下一集呢，我们继续推进剧情，我们要去守另外的堡垒，应该是哈特诺的堡垒吧，在地图的右下方这边，这个哈特诺堡垒站应该是下集的内容。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我来做更多跟萨达无双相关的影片。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